咱们关风寨贫穷了这么多年，病根在哪儿啊？病根啊是在心里，是在观念上。有些人想改变观念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改；有些人呢，根本就不想改观念，觉得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生活过来的，得过且过吧。但是雷泉水是怎么做的？他是傻呀，还是执拗啊？我看都不是。 他不想因循苟且，他不想得过且过，我们改变观念，就从修路开始。我看呀，咱们几个也别站着了，干脆一起干活吧。来来来来，快，好像说来了啊！陈书记啊，陈书记，哎呀，陈书记啊，陈书记，你们下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你看。 直接到工地上来参加干活了，那个林泉水，带领大家修路这件事情，已经登上了《宁福日报》。据我了解啊，不但是在宁福市，就是在全省，影响都特别大呀。他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，能够带领大家一起修路，你作为一个村主任，不觉得羞愧吗？陈书记，男主任啊，根本就不管这事儿。 不做事啊就不担责嘛，平时啊但凡有什么事情，他也是能躲就躲。我们村民对他很有意见。钟永顺，你怎么？啊，那个陈书记啊，何乡长，我女儿菊香和儿子英杰也到工地来修路了嘛。这是我们自己要来的，又不是您叫我们来的。阿姐，那是俺爹。陈书记，你。 还是把我撤了吧。陈书记，南根旺不适合当我们村的主任。对对对对。南根旺是否继续当村主任，我说了不算。公道自在人心，乡亲们说了算。我们关风寨要是没有个能干的人带头，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啊。 是啊，是啊。说的对，咱们关风寨再不能耽误发展了。对，我们都觉得雷泉水是最适合当主任的人选。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不，我不合适，我也没什么本事，而且我这个腿全是残疾。你就别谦虚了，修路这事儿一直是你坚持的，我绝对没问题。 是啊，泉水，我们都支持你，不用怕。对，对，就你，全水，从今天起，你不但要修好路，而且要协助蓝主任把全村的工作抓好，尤其是要抓好生产。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村主任，一定把这条路给修好。这个任务。 尚主任，啊，蓝主任，啊，县里要举办招商引资大会和海湾乡美食节，陈书记他先走，委托我们来了解一下关风寨的修路进展。前些日子拨下来的三笔修路款都到账了吗？是。啊，我们看看账吧。啊，尚主任，这是我们关风寨的老人头钟有才。嗯，啊，有才啊。 那是王主任，那是小刘和小李，他们都是来配合尚主任的。过段时间，你们畲族不就该三月三歌会了吗？啊，我想啊，这件事啊，得具体有人负责，有人组织，你能搞定吗？您放心吧，放在我身上绝对没问题。别的我不敢说啊，我们畲族的美食，那肯定是顶呱呱的，我拍着胸脯子跟您保证，您到时候一定不会丢脸的。好啊。
陈老师，那要不我们那个养殖场开业也放在三与三这一天吧？好，你这叫什么呀？叫一鱼三吃。 上主任，虽然账面上是做的很干净，但是其中有8万块的款项是对不上的。张主任，我先做个自我检讨。上级拨下来的修路款，我们确实动用了一部分，但那都是购买化肥、总兔和氮基，解决乡亲们的压力。 和燃煤之急啊！拼下来的修路款就得专款专用。张主任，我保证下不为例，用掉的钱很快就能补足。我呢，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。行了行了，那你说说看吧，准备怎么弥补这个资金缺口？马上就要秋收了，等乡亲们丰收了，先还上一部分钱。实在困难的，我再想想办法，肯定会如期补足这缺口。 将功补过，然后我们再把路好好的修起来。那辛苦一下小刘，到时候挨家挨户核对一下账目，看看这个支出是不是这么多。张主任，我看不用了吧，这也太辛苦了。何况呢，他们对我们村里不是很熟悉，这个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来，自己来吧。那你们尽快算吧，我们到时候再来核对。我们一定尽快。 上主任，吃了饭再走吧。不用了。小才，亲家，你那个大伙的账目都补上了。放心吧，大伙没多少，我补得上。你真的把款项挪用了？ 怪我啊，当初对大伙是睁一眼闭一眼。现在好了，查账都查到我头上了。你就放100个心吧，你没事，我也没事。大伙再有缺点，我没这个胆子。 今天啊，孩子可能犯困了，我睡觉去吧。好嘞。我回来了。辛苦了，犯困了。今天忙什么了？今天工地上的事儿又整一遍。可以吧？进度挺快。臭小子。哎。没规矩。 安奈，安奈，哎，快吃饭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自己来。安奈，吃菜。菊香，菊香，你看，水水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在下。啊，跟王叔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吃饭了。 我有点事儿啊，想跟菊香商量一下。嗯，你好像忘了我是一家之主了吧？我们一家人在吃饭，不希望别人打扰。再说了，你跟菊香什么关系？马上天黑了，这出门去干嘛？跟王叔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改天再来。菊香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泉水哥，安迪、安奈，你们先吃。 越大越不懂事儿。你啊，就算了吧。要是菊香啊，真能跟泉水好了，高兴还来不及。那，就是啊，阿爹，这样你也能算村主任半个爹了。说什么呢？白养你了。阿爹，吃菜，吃菜。吃饭都堵不住你嘴。
数周后，官方在村召开村民大会，大哥雷泉水得票超过半数，主持人当场宣布雷泉水当选新一任官方寨村村主任。红高石，那雷恒水啊还真是走了一步烂棋。对呀、啊、这红高寻根本卖不出去嘛。这陈书记要在3月3搞美食节，他雷恒水不就是想借美食节的事吗？行，那咱们啊就借他雷恒水的事。借事？什么意思呀、啊、咱把我们的对虾养殖场也定在美食节那天开业，而且海湾乡大饭店、海上酒家全场大优惠，把去畲族村的那些游客啊全都引到咱们这儿，让他雷恒水的开业成为一个笑话。这主意好啊。对对对，新来的？对啊，头段时间咱们是贴了招工信息嘛，应聘上。看着显小啊，不会是未成年吧？这不会，已经问了，成年了。我跟你们俩说啊，这商有商道，在生意场上兵不厌诈可以，那是本事。但是那欺负弱小的事儿，可千万别干啊！哎，放心吧，大哥，我就是让他当服务员，倒倒茶、打打杂什么的，没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行。我今天啊遇见潘红星，他跟我说啊咱们村子里有两个账本，一个在他那儿，另外一个在钟大虎那儿。两个账本那岂不是？对，所以我怀疑啊咱们之前的3笔修路款有一部分被钟家拿了。哎，泉水哥，我想起一个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大虎有一次。玉香，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那生日礼物在哪儿呢？得回去找找。今晚停电了，慢点。哎，二弟睡了，咱们就别吵他了。好，那咱们找找。嗯。哦，我记得那个礼物应该是放在这里面了。好嘞。什么呀？这是个电视机啊。电视机？你看，还有个纸条。菊香，我钟大虎也能买得起电视机，咱们两个以后好好过日子吧。这应该挺贵的吧？应该会有收据。收据？我看，1600元。奇怪。怎么了？你拿着。我知道了，这个电视是钟大虎拖欠工人工钱买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个本子记录了官方寨所有村民的口头记录，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就证明钟大虎只欠了1600块。对了，大虎也有一个笔记本。这里还有。这是大虎今年的收入，全家年收入2150，如果排除生活费500，还剩下1650，还掉这笔欠款，还剩下50。菊香，大虎这是要还钱啊！
今天的主角啊是陈越同志，就请他为我们多说几句吧，欢迎。有人曾经质疑我们海湾乡，说就像一只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。的确，海湾乡过去比较困难，但这几年发展较快，农民收入有所提高，但这远远不够，山上海边生活还有差距，还得努力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滴水尚能穿石，我们是有搏击万里志向的鲲鹏，我们海湾乡百姓有信心，若鸟一定能够先飞。得水啊，快把泡好的糯米放到木屑里蒸熟，别慢慢吞吞的。阿奶今天要做糍粑和草包鸡，很忙啊。这可是过年才能吃上一回的，你可别嘴馋偷吃啊。咱们畲族祖宗写的劝解都说了，不能贪酒赌食嘛。说得好。高度可以吗？好了，好，好，行了，放天上去吧。嗯。彭水，这儿都布置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走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再等我一下啊，一会儿啊我再去后厨看看那些菜怎么样了，准备的。哎呀，把这都放好。哎，那厨房里这么多道菜，你全检查完那得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这没办法呀，3月3畲歌会这么大的事儿一定得办好，我既然答应了陈书记，就不能给陈书记掉链子。但是咱们厂开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都在等着你。这样吧，养殖场那边啊，要不你先过去照应一下，等一会儿我这边忙完了，我过去跟你会合，怎么样？行吧。尊敬的来宾，热烈的欢迎！谁先投资，谁先得意，谁播下种子，一定会得到丰硕的果实。今天这丰盛的宴席啊，所有的菜都是我们畲族百姓每家每户最拿手的好菜拼凑起来的。虽然呢不是什么满汉全席，但这是我们畲族人民对所有来宾最隆重的礼仪。畲族的木米饭，这个乡亲们吃完这个饭下地的话，蚊虫都不咬。我说怎么这个木米饭这么受欢迎呢？原来有这么多说道。哎，看看这位啊，哎，这饼是用炭火烤出来的。嘿，这个光饼就是木炭慢慢烤出来的。哦，看，铜色香脆，
吃起来还有芝麻香味儿。我当年下乡的时候，对这个光饼印象最深。尝尝尝尝尝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是这味儿。小姑娘，刚才这舞蹈跳得太好了。是啊，陈书记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从台湾来的投资商，这次来到宁福市也是看看有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。对，哎呀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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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书记，您有所不知，我还是畲族后人呢。哎呀，这次我就是听说海湾乡又举行盛大的3月3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嗨，我们畲族啊有四大姓，其中就盘姓，盘念念。是啊，所以我感觉这次我就像回家了一样，而且您看我穿这么漂亮的畲族服装，这种机会我不能错过的。好，哎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欢迎欢迎。下面进行我们巨灵水产养殖场的揭牌仪式。谢谢谢谢。阿奈来了。二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都快开始了。我呀不放心，挨家挨户的看了一遍，大家把美食节的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千水哥到了，一会儿你们都帮帮忙啊。好嘞。哎，衡水，有客人来，客人了。哎，大哥来了。衡水。来，我带着乡亲们来了。大哥，乡亲们好。哎，今天是二弟养殖场开业的好日子，咱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二弟捧场。是。行了，乡亲们，我带你们进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养殖场。哎呀，月仙，那你帮忙照应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上这边。恒帅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巡场开起来了就是好样的。你是咱老雷家第一个，哥为你骄傲。不是说。怎么了？叔叔，欢迎欢迎啊！恭喜恭喜，来了来了！恒水，哎呀，胡总，欢迎欢迎！恒水啊，你这个地方是太难找了。我们这个养殖场啊，位置确实偏了点。哎，不过我们养殖这个红高群完全不受影响，背靠着乡亲们做事儿，我更有底气了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来宾，今天啊。恒海养殖场就算是正式的开业了。首先呢，我一定要感谢投资我们养殖场的畲族的父老乡亲们，没有你们的信任，我什么都干不成。反而呢，是因为你们的信任，让我充分的感受到，我这个山哈不是一个人在闹海，是我身后有一群山哈，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这个海给闹成。当年啊，跟陈书记一起离开官峰寨的时候，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：山大还是海大？陈书记跟我说，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是因为他们有高远深邃的志向。他还特意告诉我，山哈未必就不能闹海。虽说呢，我们这是个红高群养殖场，
他不光养的是红高群，您看啊，这鸡鸭鱼兔什么都有。但是呢，这也实在没有办法，要不养这些的话，这渔民就不愿意入伙，我们贷款的那点钱呢，根本就撑不起来。乱是乱了点儿，但未必不好啊。陈书记，您看，咱们这里的鲟个大劲足，肉质饱满，都是优良纯正的品种，不是杂鲟。红高鲟苗少，存活率较低，尤其是水质等各种影响，不好养。坑水啊，你们得小心伺候。之前我跟陈书记他们去参观过国营养殖场，那里边有个女技术员，也搞了这个，还起了个名叫生态养殖。现在啊，养殖业、种植业都愿意提这个词儿啊。你说的那个技术员叫杜海妹吧？啊，好像姓杜。嘿，这么巧啊，这杜海妹可是个人才啊，陈老师介绍我们认识的。想办法呀，把杜海妹请到这儿来呀。你看啊，厂兴我荣，厂衰我耻。国营厂的气势确实是不一样。嗯，海梅同志，哎呀，我可算等着你下班了。雷洪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是特意来找你的呀。你是杜海妹，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？梅花杜五厅，哎呀，真是你啊，简直太巧了。你女朋友啊？啊，你好福气啊！谁说的？我还没答应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这位呢是林月仙，她也是林元昌林老板的女儿。太有缘分了。嗯。今天我们来呢，有件正事儿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邀请你加入我那个恒海养殖场。嗯。您那儿还真缺人手啊。海妹，是这样。我们这个恒海养殖场是所有官风寨的百姓们一点一点拿钱攒起来的，当初衡水就跟他们说了，我们的厂就是大家的厂，我们挣的钱就是大家挣的钱。是，没错，还像上次在陈老师那儿说的那句话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如果我给你技术上的支持，能让海湾乡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的话，那我义不容辞。哎，小水，看。哎呀。海妹，我尝尝。哎呀，海妹，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糍粑了，真好吃。我也是，我也好久没吃，幸亏你来了，大哥。泉水啊，你这一心在修路，这身边都没个人照顾你。海妹，大哥不是有菊香钱吗？得水瞎说，千水，这人有时候还真是需要缘分。阿奶，我知道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衡水啊，别弄了，赶快过来吃饭。哎，好，你快过来吧。阿奶啊，哎，不是我说您啊，我们要不盯着您，这洗衣机您就不用给我们省电。是啊。我不是怕费电，那东西它动静太大了，我害怕。大哥，菊香姐啊，太不容易了，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得上山干活，这个时候啊，太需要一个人照顾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啊，只想一心修路，把路修好了再说吧。我看你跟月仙不错啊。是，看我说你的事儿呢，怎么又把我给扯上了？真是，怎么样啊？干什么呀？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说，你说说嘛。哎呀，我呀，这跟他已经表示过了，他呢，他说他喜欢我。好，衡水，你这就对了。你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畲族男子汉。对，三弟，你现在学习怎么样？马上快高考了。我最近就一般。这得水，以前考试都是数一数二的，自从上了这高三，这成绩下滑的厉害呀。
德水啊，我最近觉得你这个情绪好像也有点不太对，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？听二哥的啊，别想太多，啊。我最近啊，也听别人说了一些闲话，说咱们老雷家祖上就没有懂洋文的，现在出了这么个秀才，咱们的祖坟上那都长青蒿、烧高香了。当然了，这学习上的事儿我不太懂，说这考试考前十名的，这高考就能考上，后十名的就考不上了。要我说呢，你不用有太大的压力，放松一点，好好学习就行了。这将来能考上大学，二哥就供你上大学。要是考不上啊，你就这样上我那个养殖场，咱俩养螃蟹去。啊啊，你好吹。哦，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德水，我相信他肯定能考上。对，好好学啊。嗯，二哥大哥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嗯，哎，你看这才是个好态度。阿奶，您就放心吧，德水呢以后就是咱们家的秀才，我呢想当个企业家，大哥现在是村官，以后呢好好的为老百姓服务。嗯，您看咱们家以后这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，就像这糍粑一样，甜甜蜜蜜，结结实实的。来，哎，来，这样，大哥这刚回来，咱们为他接个风，一块儿喝一杯。来，阿奶，嗯，今天这酒，我先喝一口。你们都长大了，有时候阿奶啊，很多忙都帮不上了。哎，但是不管你们三个人做什么，阿奶都支持，因为你们仨。做什么都好，来来来，敬阿奶。没用啊。衡水，衡水。找着你了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一定会感谢我的。啊，嘿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在干嘛呀？哦，嗨，你看啊，这个网子呀破了个大洞，扔了怪可惜的，我就想呢给它补一补，这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线。嘿，巧了，正好今天上午在这办公室地上发现这么一根，你看看多结实。雷洪水，怎么了？这是我耳机。耳机？哎呀，这个线是你的呀？这耳机是干什么用的呀？我听歌用的。听歌？这么小个东西能听歌啊？哎，我说这线上怎么多俩头呢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，我就给剪了。这肯定是这么用的呀！哎呦，我线都没了！你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这个傻瓜，你天天就知道在这厂里面红高寻，红高寻呢。不是，行了，不生气啊，月仙，不生气。你看，这个东西，关键是我也没见过呀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我赔给你。不要你赔。哎呀，你看，别生气了。那这样，只要是你不生气。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行不行？那你给我唱首歌。嗨，我以为什么要求呢？唱歌容易啊，我们这山哈从小呢就在山里唱山歌长大的。那空口无凭，你发誓，你就说，要是我唱不好的话，我雷衡水就是红高寻。行，那我发誓，我雷衡水是红高寻。啊，不是。我发誓啊，我雷衡水要是唱不好这首歌，我就是红高寻。在陈书记的帮助下，我们已经拿到了修路贷款的指标。哎呦啊！各位，我们真的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嗯啊，我们一定要坚决把路修好。嗯，大伙儿有没有信心？有有有！这是第四笔修路款，到最后我们要把每一笔修路款。都要一一核查清楚。行，啊，大伙儿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呀，那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就散会。好，啊，来，军二哥，啊，走了。好嘞，主任，我先走了。哎。哎，黄红星，你怎么不走？主任，你说，你说什么事儿？主任，我这边的账目吧，你都已经过目了，但是您不知道吧，钟家父子，他们暗地里还有一个账本。你是说？一共有两个账本，对，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。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，来，尹大小姐，坐坐坐坐坐。你刚才跟我说有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被你气得我差点都忘了。我问了海上的蛋民，他们说啊，这附近有很多药厂。会收购红高悬的蟹壳，把它研磨成粉了以后提炼里面的成分，可以消炎、镇静、止痛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太好了，那就。哎呀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这红高悬浑身都是宝啊！不光能卖蟹肉，这个蟹壳呢，将来咱们回收过来卖给制药厂，变废为宝，那这又是一笔收入啊！嗯。月仙，我真离不开你这个女诸葛了。这样啊，等回头呢，我们这个养殖场。做成了的话，挣的第一笔钱，我就带你去看的演唱会。行，什么演唱会啊？我也去。海妹，雷厂长，月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？我跟杨厂长说过了，我要来你们恒海养殖场啊，历练历练。你们可得收留我。你说你这来还给我们个突然袭击啊，海妹。我们这个养殖场目前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你这样的养殖技术人才。就你会说话，我看人家海妹啊，就是看你傻傻笨笨的才来支援我们的。哎呀，你看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厂长，就给我留点面子。这还不好意思了。来，海妹，欢迎欢迎，来集合了啊！来来来，快，都站好。下面。我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大学生，人家啊可是省里养殖技术方面的专家。太酷了！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杜海妹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跟大家一块共事了。工作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希望咱们把恒海养殖场啊越办越好。好，好。欢迎。谢谢，来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你看啊，这些家禽，这都是月仙的主意。上回我听胡总说呢，说有个新词儿叫是，啊，生态养殖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时髦，是生态养殖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项了，这是养成池。这养成池都是谁在管理？欧赫，欧赫啊！怎么了？这怎么清出来这么多青苔啊？有青苔不是很正常吗？青苔是比较常见的，但是这个大量的青苔啊，它会占据空间，抢夺养分，影响咱们这个养殖品种的存活率。那我们怎么才能防止这个青苔大量生长啊？哦，咱们是活水养殖，其实就培养一些基础的藻类就没问题了。哎，海妹，你看我请你来啊，太及时了。这样吧，咱们遇到问题呢，解决问题。欧赫，你马上把这水里的青苔都清理干净，确保养成池它是清洁的。好嘞。咱们这次修这条路啊，是在崇山峻岭峭崖陡壁当中修路。修好以后啊，这条路会贯穿七个自然村。我相信它一定是我们这座大山的生命之伴。这是困扰我们几代人的一个根病，要修这条路的原因有很多。如果现在我们这儿有人生病了，要从这儿绕过这条山路到乡里的医院去看病，你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吗？单单绕这条山路就需要2个小时啊。
君水说的对啊，我是老山里人了，在山里住了一辈子，因为没有路，交通不便，很多人生病了都没法及时送到医院去，有多少亲人都是死在自己家人的怀里。光峰寨之所以穷，因病致穷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啊。来，大家都过来看看。我的意见啊，是在这个地方打通一条隧道，这样的话，两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缩短成短短的五分钟了。三公主岭，其他的地方都好办，但是唯独这个地方，你是绕不过去，也闯不过去。打一个隧道谈何容易啊！一不小心就可能碰到地下水，导致人员伤亡，造成山体坍塌。我觉得我们前期需要精准的勘察，也希望地质专家一定帮我们把把关。你不光这个地下水，你包括这个高温，还有煤层的瓦斯，咱们修隧道这个难度啊，真的是太大了。增加多少成本呢？咱们正常修路的成本的话，一公里在5到6万，但是这个隧道难度比较大，你需要的技术成本也比较高，而且你不确定的因素特别多，所以这个成本预算就增加了。它只有150米，如果打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修路钱给省下来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呢去趟县交通局